单说。西莫姐姐好。哎呦，哈喽哈喽，终于找到了。这么快呢？你们这。西莫姐姐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姚姨好。姚姚姐姐好。哎，那你们是在武汉上大学？武汉人。怎么叫你姚姚姐姐？看来你们是真爱。连我妹都认识。是的，姚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好吧好。我帮你拍吧，我帮你拍。那你帮我拍。谢谢谢谢。你们是哪个大学？高中没上课吗？请假呢？请假？这不能请假，然后就上课。赶快上课，不然我下午自习。啊，是自习也不行，也不行，赶快回去哦！命令你们赶快回去。赶快回去，回去哈，快回去，快去上课去，上课去。这个就太可怕了，我刚刚才传递正能量的直播，这现在就来一个高职请假他了。他说不行不行，自习也不行啊。这里还有红绿灯，